3月28日，黄磊妻子孙俪在微博晒出两个女儿的合影，多多和多妹两个都是俏皮可爱。孙俪还表示，穿上公主服就脱不下来了，灰姑娘什么时候能翻篇儿？照片中，大女儿多多穿着深色连衣裙，配上黑色披风，头上还戴着大大的金色蝴蝶结，她还对着镜头嘟嘴卖萌，很有气质。而二女儿多妹则穿着灰姑娘的公主裙，轻轻地提着裙摆，样子十分古灵精怪。之前多多也曾穿着公主裙，十分端庄，两个女儿画风不同，各有各的美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不翻篇，我们超美丽，多多好美丽啊，妹妹古灵精怪的，妹妹说，就是要一直当小公主呢。多多善解人意却又敏感至极，多多是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中年龄最大的，但他绝对是特别单纯的孩子，完完全全自自然然，他自己怎么想就会怎么说，不会绕弯子。